英国伦敦的植物园，叫秋园 （Kew Gardens）。那么秋园呢，里头就有个中国塔。那你远处一看呢，还真是有点像中国塔。近处一看呢，其实有很多他们的自己的想象，想象以及他那个童话。这个是更有意思，就任何一个文化，一旦碰到一个异物的时候，它第一个呢，就是它有这种敞开的胸怀，愿意去拥抱。第二个，马上吃进来以后，他又用自己的方式来吃。那同样呢，中国也是这样的。比如说，民国风格是什么呢？其实呢，就是把西洋风格通过一种中国的工匠的一种工艺方法。民国的时候，有很多房子，它就有女儿墙，女儿墙上头的所有的那种装饰构件啊、比例啊什么的，都是用砖头去模仿欧洲这种希腊神庙的。所以它就是一个用本土文化来同化那个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，非常的坦然从容，反而呢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个风气。